主料：芸豆700克，瘦猪肉250克。辅料：葱一段，蒜二瓣，盐、味精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起锅，放油，爆香葱花，放入猪肉，大火翻炒。猪肉发白后，放入芸豆继续翻炒。芸豆炒黏，芸豆炒黏后，加入水，没过芸豆即可。大火炖，开锅后转为小火炖，炖12-13分钟后，大火收汁，加盐、味精、蒜末，出锅，装盘。烹饪技巧：炖芸豆的水一定要一次性加足，中途再加水，菜的味道就不如一次性加足的好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